把赶场回来说白狗有吃的，来我们翻看哈，吃啥子？耶，又买的油果子呀。嗯，好像这一哈都回到小的时候了，看到大人去赶场，好期待哟，说给我带点吃的。妈，爸爸又买的碱水粑粑呀，我们屋头好多碱水粑粑呀。我们上次买了那么多，过头又买的碱水粑粑，那吃都吃不过来。来豆粉，豆腐尝尝必备，没尝都要备的。来，那还有个啥子？哎，那个豆干好吃，那个豆干凉拌的好吃，好吧？那个好吃。幸福的娃儿啦，我们的个个的幸福的娃儿啦。那么大了，天天都有大把疼，看嘛，还给我们买起来，快点吃哎，冷就冷过了。东，快点来吃啊，东。我轮廓不帅哟。可以。我那会儿觉得还是可以。你就适合点啊。别想把你给收了的，免得你去祸祸别个。还是有人适合。看嘛，那个设计的设计啥子？那你在做啥子嘛？楼梯。那个设计刚刚打扫完，设计上面还楼梯啊。刚刚爸爸给他这一个，就想拿去尝的。我觉得他肯定就先给我，我就先拿去尝的。我哈哈来，你还要再给我哈？他应该是那个香的。刚刚我给他的就吃完了的。哎呀！你小心翼翼的，看他不让我走，好不好吃？他说你好烦哦，人生你个老头子，你要不要拿给我吃呀？